妈妈把我弄掉了。哎，不行，圆圆，皮皮，等一下，妈妈做桃子果冻。好的。嗯，娜娜，好了，等我桃子 YYDS。伯伯，哎 ，YYD 什么意思啊？那弟弟讲哎，一动十，等我桃子一只比十只。哦。继续讲桃子呢，哎。哦。桃子就好吃吗？哥哥真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现在正是桃子的季节，我们把硬的桃子跟桃子皮一起做成超粉嫩的桃子果冻。锅里放凉水，倒下桃皮，放白糖，煮出粉色的水。把煮好的水倒到模具里，加点白糖，煎奶煮开之后放白凉粉。我们把边角料榨成汁，做成桃子棒冰，把桃汁过滤一下，打发一点奶油。圆圆，哎，我们今天奶油不够，只能做一只棒冰，我们做出来先给婆婆吃好吗？好的，妈妈，那就是。嗯。把桃汁倒到奶油里面，把它倒到模具里面。娜娜，哎，嫂子，你的薄饼往下走，吃桃子的样子啊？等一下，你都分不清哪一个是真的呢？我不相信，是不分清上来薄饼不好吃。好，没问题。巧克力隔水融化。你被打扰，被围剿，仍孤注一掷，死也死在。妈妈，这个不是真好，它真的是啊。你被打扰，被围剿。人孤注一掷，死也死在。把棒冰用上巧克力。我把真的桃子也撒一点粉。桃子棒冰做好了没？刚洗不出，桃子。啊！金桃子啊！老师，这个棒冰也给你吃。刚是成都，我是刚把还有吃着嘞。谢谢伯伯。刚才别人了嘞。你是诗人书信里的暗涌，你是冬夜炉火最慢绕的从容。